大家好，今天来介绍我的捷安特 Trans X E Plus 这台车呢，在我骑了两年以后，大概有做了一些改装。目前是改装有。第一个SRAM X01 的后变速器，这是手控制的。再来就是SRAM 的座管，电池座管。再来就是更换了踏板 ，Hope F20， 还有更改了 PPR 加厚的 2.6 刹车点。改善了过热的情形，然后加装了一个头灯，打开电源，打开电源的时候，头灯就会自动亮起。这个是 Ride Control Dash， 因为旧的损坏了，所以更换的。这个灯有1000流明，在零到驾驶的时候也非常明亮。这个是旧的控制器，因为很容易断裂，所以就去更换新品。我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会用 Garmin 的雷达，还有用 Wahoo Boat 的码表。目前前面是装马吉斯 DHF， 2.5 的前胎，后面是马吉斯 Dissector 2.4，前后都是无内胎配置。为了减轻重量，目前是用 TRX0 的轮圈，总重大概是24.9公斤。以上介绍完毕。